其实在拍的过程中间，我也一直不断地问他说为什么他会觉得我适合阿成，但他觉得我的心里面有个阿成。对，好的，那谢谢你啊。听说你被导演找上的时候，我一度觉得自己人设失败，为什么会这样子觉得？因为我就想说，本来是走甜美的可爱路线，就他叫我演黑社会老大这样子，我想把人设失败。但是其实老师都说我很想很想很想打这个，非常精彩的演出，谢谢谢谢。